FM 首播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汶芳，我在明天3月23号即将发行我的新单曲，明天刚好也是我的生日。对于我来说，我觉得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有力量、非常代表吴汶芳态度的新单曲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没错。界限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失去了你。It's my love.失去的